发现我们在这个理念和愿景上有很大的共同点，就是我想东英加拿大和加州建筑协会都想深植于加拿大，借助于加州交易的加州这个经济往来的发展，健康和谐的前途，希望能够服务于加州的客户，然后呢争取我们个人的一个长远的发展。所以说东英加拿大得到了一个邀请加入到这个团体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